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如果你喜欢去跟别人争，真的你会伤害彼此啊，对彼此都不好。所以好好去体会哈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对彼此、对相争的两方都不好。那我们怎么样来到大家活出你生命的本质本然，把你的特色、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。你是花，你就好好的开花；你是绿树，你就好好的活出绿树的神圣功能。开花一样，把生命的芬多精散发出来。你如果是绿树一样，制造新鲜的氧气，又净化空气。大家都各有各的擅长优点，你把它发挥出来，不要在那里争，不要在那里较量。你是大树，你就活出大树的神圣使命；你是花，想要去跟那些大树比，哦，它怎么那么高，我怎么那么低，然后比下来就自卑，没有必要。大树有大树的存在的意义跟使命，你是花，你有花的意义、神圣使命。每个人都安住我们的角色，好好的把我们当下的角色扮演好。而我们这个角色是会变化的，就好像我们在不同的戏台演戏，不同的戏台演戏，我们在不同的戏我们会演不同的角色。你就把我们的当下要扮演的角色做好，你的人生就会成功。把当下的因缘处理好，你的人生就会成功。